离他太近哦，不要把手指头给他吃哦。Hello， 洋洋好。嗨，不会，他有蓝，他有围栏啊。早安，那么饿。10点到10点半，然后它会有，还有下午的4点到4点半有牧场。哪里大便？那个马一直大便。嗨。他说10点或10点半他要来伐牧场。笑啊！你看，嘻嘻 ，Hello。他好像感觉我们要给他红包。对啊，我们去找叫爸爸走。你在打什么？啊，打游戏打呆。因为我们的家在飞走。好的，不要脱袜袜啦！你等袜子飞走，风很大哎。让袜子飞走。我喂了，我喂了。等一下，我一根一根的，看，然后就这样放手就好了。去吧，去吧，放在他嘴巴，然后手就放开。他咬住之后就放开，加油！你看他喂的超好的。放在他嘴巴就好了。那我跟你一起好不好？来，我跟你一起。看啊，看，你看，耶，成功！一定要吗？好。哪里的？好长哦，你这个怎么长？好长。没有，他踢完了，他下课了。哇！哦，他吃好饱，他吃好饱。好，弟弟去。哦，弟弟啊，又有了，你们谢谢叔叔。哇、哦，他吃好饱，他吃好饱。说怎么那么好，大家都要喂他。这里还有一只啊，还有一只小羊。对呀、啊，好像大脚羊，因为它有胡子。对呀、啊，很可爱吧？弟弟呢？弟弟要不要喂？没关系，它咬到了。哪里？好玩吗？好玩啊、哦！好，好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我陪你。哇，他们都很开心。哎，老板来。吃冰棒哦，超快的，手不要太近哦。这里，哇，他很厉害哦。他超快。没有，他很会吃。他会挑，他你那太老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吃嫩的。他那个老的他不吃。他说会改味。流口水，你看他在流口水。
这里还有，这里好像坏了。这里，快，觉得很滑。弟弟，你看，你要擦它。弟弟，你在玩那个仙女棒哦。弟弟。